演出大长今红遍全亚洲的韩国氧气美女李英爱，日前在 IG 上公开一系列杂志美照，现年47岁的她大秀 S 曲线好身材和冻龄脸蛋，再闯不老美魔女神话。李英爱近来登上韩国9月号杂志，穿上流苏拼接洋装，露出纤细四肢，搭配 Solid Use Finger on Dexter Note 系列耳环和手鼠，在珠宝的衬托下展现贵气又优雅的一面。另一个超吸睛的 look， 李英爱身穿公主秀薄纱小礼服晒辣腿，佩戴同品牌 Josephine Rap 系列钻戒及 Those Finger on Dexter Note 系列水滴型钻石耳环，整体造型充满浓浓的女人味，相当性感迷人。然而引起网友们广大关注的是，李英爱和15年前主演大长今时期相比，外形和容貌几乎没什么不同，冻龄功力一流，简直像吃了防腐剂，令粉丝惊叹女神完全没变。想知道更多护肤或者化妆技巧，可以到兰兰主页查看其他精彩内容哦。喜欢的宝宝们就给兰兰点个小小的赞哦，兰兰爱你们，么么。图片来源于网络。